地处黔灵山脉的这座立交桥是贵阳新老城区的几何中心，也把它叫做贵阳的城市心脏，因为上面的每一个路口呢都能够通往到贵阳的一个区。贵阳的驾驶员开车都走到这儿，不少人还习惯打开导航防止走错路。大德地图提醒您，前方经过前川立交，请切换至百度地图。百度地图为您导航，前方经过前川立交，请切换至高德地图。您已到达目的地，本次导航结束。师傅，导航都蒙圈了嘞，你 O 不 OK 哦？这出差我开十多年了，最容易走错的就是前川立交。这样我走错一个路口，可能要绕七八公里才绕得回来。我感觉这个前川立交就像贵阳的心脏一样，四通八达的。贵阳城市心。